欢迎你来，是不是来想一下，就是说，在你的心目中，理想的情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理想的情人是可以互相陪伴，然后吵也吵不走的。吵也吵不走，吵架吵也吵不走的啊，就是、会留下来。哦，原来如此，就是解决问题。情侣就是说能够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吵架就说不行了的那一种。是是是，原来如此，要互相的包容。那当然呢，有很多的歌曲在您这个表演当中都有那种。就是清清淡淡的那种爱的那种感觉。那当然就是说想要找到你的歌曲，听完你的表演之后，会在哪里可以找到你的作品呢？目前我自己的歌都还没有发在是其他的平台上，可能要等之后。那有没有就是粉专或者是一些平台可以大概了解你的？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也有 YouTube 频道，也就是163 Braces。 对对对，好，那我们要给163 Braces 掌声鼓励，欢迎他带来精彩的表演。来，我们请就位，谢谢。That's right, just a young lady. Ooh, no.
是 Julia。Okay, yes, sir. You ready for this? Let's go. Yeah.Let's go. KKBOX 我的名字又是关键字，我好意思一直写一本，出现在歌房放弃那 Shout out to all my fans 一遍又一遍，不能让我在你被习惯。 Right right 上一张都还没下榜，我下一张又准备上榜。Let's go. 我不需要多大的排场，一样把大钻拍一放。 Born to have fun. 我爬得太高，高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到处坐得太久，这件盘缝有点歪掉。 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the win the win.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考验 my bum, my bum.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那开麦风就像在开一张。天天过年 We just win the win the win Yeah, my bum, my bum Let's go All day long is always my song My b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霸占排行 I be like 小树上的菜总有只下不来 Yes sir, what's u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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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kay, okay Yeah熟悉的 intro 但杨丽是谁啊听都没听过走到这才发现到底是什么比冠军奖金还让我心动不好意思小情节希望你真的能理解压力太大喘不过气啊原唱就坐在对面而且又是评委所以还凭什么问杨丽能走到这到底凭什么陌生的讯息讨论谁不该被淘汰谁应该晋级每一个都说我买榜大哥你很屌吗不然你来讲怪节目怪评审口味太糟啊真的要怪就怪我怕的高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包装做的太多这键盘都有点歪掉 Let's go Here I am again I just went on